备好了吗？为了争取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提早2分钟开始。首先，我们先为前一个讲者，那个罗文华先生，你们相信你们大家都听得很过瘾。我们是不是刚刚没有给这个罗老师一个掌声？我们热烈的掌，谢谢。这个他准备的资料也出乎我意料的多，谢谢他，谢谢他。那现在接下来请这个钟子颖先生，他是我们故宫南院的这个新秀。非常以后未来这个台湾的故宫，最重要的几个年轻的支柱之一，那我们请他现在来为大家介绍台北故宫佛教文物的收藏与研究。我原来被告知说那个一个小时的演讲，但我没想到那个罗老师这个演讲应该慢慢讲，或者是说详细讲，应该2个小时、2个半小时要啊。所以呢，那个我准备了大概就是1个小时的那个分量，所以当然没有他那么的充分了。那我一样大概分几个部分，我们没有殿堂啊，台北故宫没有原状殿堂。但是那个所以呢，我主要是唐卡、佛像，另外呢就是那个法器，还有另外文献。好，文献开始。好，那我的 PPT 呢，主要分成所谓的文献就是经典了哈。那我会讲它的来源，因为我们这边这当然是大部分清宫旧藏，但是这从迁台之后呢，会有一些新增的文物。那新增文物当然。有捐赠的，有新购的，还有一些比较罕见，比如说那个某个原因进来的啊。那经典的部分，故宫的所谓的经典的部分，大部分收藏在文献处。那有几个比较算是它的重要的特色是，第一个它的宋元版的那个所谓的佛经，我今天只讲佛经哦，宋元版佛经。那像这一件，我举几个例子。这一件呢是那个北宋，它有很清楚的纪年。大宋杭州，它淳这起自淳化，庚寅终自那个咸平庚子换算起来就是990年到1000年这个时间，在杭州所刊刻的。那个《华严经》一整套80函，附那个普贤的那个发愿文最完整的啊。大家想那个990年跟1000年是什么概念？比早春图还要早，大概甚至比那个半宽的《西山行旅图》还要早的那个年代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那个珍贵的。好，那这整个这个发愿文都很完整，好，它前面呢就是它的那个一个这个七树九会图的版画，就是那个对，讲毗卢遮那佛，然后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哈，各左右四个，中间加一个，共9个，好，我大概只能每一个就很快的把它带过去而已了，哈，那。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我元代的所谓的，这个是我们的南宋版的《法华经》7卷本这样的一个那个对，这个七卷本的，这个是所谓的第一卷好，这个是元代原版的元代版的版画，这个也是有清楚的那个刊刻纪年的哈，它的元至顺二年这个在浙江这个民间刊刻的版本。这个是它的一些局部，当然，其实我们现在其实
在展厅里就在展这些作品啊。那详细的就是说他到底画什么，这画什么，我今天就比如说他大概是讲说你画佛像、造佛塔，甚至小孩子在地上书写这些啊，都有一些功德啊，就是法华经所宣扬的啊。好，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做的一些简单的那个标示，说这个布局怎么布局的。那哦，刚刚那个这一件作品的左下角其实有供养人的，哦，他的供养人其实戴的帽子是元代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台北故宫的元文宗的帽，这当然不是元文宗了，哦，就是元代官服的那个帽子，哦，的样式，哦。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状况比较不好，可是呢，这一件呢作品的重要性是它后面就是有我们刚说这个依据的这个年款，哦，在这个部分。他想那个浙西道嘉兴路某某某，哦，那治顺二年，哦，就是一些民间的刻款的版本，哦。除了宋元版之外，第二个我们重要的收藏的这个特征大概就是明代的写经，特别是这种就是写在我们那个就是黑底上的这种泥金的写经，哦。那像这一件比如说特别我们有很多是特别是明宫廷的，哦，像这一件是大宝积金，哦，它总共120函，抱歉120册，哦，120或者120卷，哦，这个是前面的那个御制的，所以有明确的纪年，宣德五年2月初3日，哦，这个是那个明代宫廷写经。当时呢其实故宫当然不是只有这一套的那个宣德宫廷写经，除了这个大宝积之外，另外涅槃经啊，哦，有好几个。好，那这个是那个大宝积经前面的一部说法图，还有包括它的金牌站。好，给各位看一下局部。这个一样，目前也是在南院展出。好，这是它的那个另外这个，它总共120卷。那每十个，包一函，那每这个十每以十函以一函为单位，第一函，啊，也就是说1、11、21、31就会有前面的卷所画，然后呢最后90、80、70这一个就会有这个拖尾画，画尾拖天。好，那这里面还有几个是那个密教的，就是明代宫廷里面的密教经典，那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算是这个吉祥喜气纲吉轮甘露全。那中间他这前面呢他一样画了他的卷首碑画啊，当然是一个吉祥喜金刚的曼陀罗啊，一个完整的曼陀罗。它的差别跟那个西藏的差异是什么呢？在那个西藏的唐卡里面，那个就是两个名碑应该要跟那个本尊是拥抱的双生像，但在这里他把它标到，我看一下，这个是金刚总这一尊啊，他旁边那一尊。所以这个是这个明代宫廷里面对于所谓的上传无上瑜伽序里面的双生像的一个算是一个权益的做法。好，那这个有那个他的这个金牌站里面也有那个正统四年的年款，好，就明宗正统四年的年款1439年。我刚可能忘了，就是故宫所收藏的这一批的所谓的那个经典呢，它原来收藏存放在哪边呢？存放在刚刚其实罗老师有提到那个东西六宫里面的中翠宫，哦，所以它整个来源是相对集中的，就是当时在清宫里面都是在收藏在中翠宫，哦。好，这个是那个它的碑画啊，哦，比如说它这个是三，它用三折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作品，好，哦，用它的泥金的表现。那当然笔描线描这个方式就是宫廷里面绘画的那个一个特征，在西藏里面它不这么处理的，它基本上用比较厚涂的方式。好，这个是它的那个这个那个拖尾一样是画二臂大黑天，好，这个方式。好，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应该是同时同一个宫廷作坊同一年一样正统四年所做的，好，
是画那个如来顶记尊胜佛母啊的一个算是那个他的那个现证仪啊。那这一样是一个如来顶记的一个就是尊胜佛母的一个坛城啊，特别是两个进居天的进居童子会教这个观路。在那个我们的收藏里面还有一件这个是算是比较特别的啊，它的那个经名很长啊，叫真禅内印敦正须弥法界金刚智经。这一部经的特别之处呢在于什么呢？它其实是就是经过我们的就是研究之后啊，这个其实不是所谓的西藏密典的翻译，这个是一个汉地的，特别是从永乐宣德正统这一段时间开始密法传到了汉地之后，特别是以两京就是南京跟北京啊为中心，于是呢开始有一些就是汉人他们开始信仰藏传佛教，甚至培养出了一些那个算是就是上师啊。那特别是比如说有可能在文献里面有提到了比如智光啊，类似这样的。这为什么这一件呢？第一个，我们比对不到那个，除了比这一件作品，它没有写译者，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我们也找不到在西藏有这样的一个原本。第三个，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特征，它试图在这个经典，这个等于说是汉地僧人受到应该说信仰了藏传佛教或者接受了藏传佛教教育的这样的一些僧人，他在重新撰写他们的理解。好，把那个所谓的密教明典修法这样观念跟什么呢，跟道教跟甚至还有儒教的思想一起放进去，一种混合的模式。好，那这个是这个就是这里面的一个算是最它是有一个明宣德三年的那个纪年。好，然后有标示说这个是商喜画的，就是明代宫廷画家商喜所画的，然后沈度写本，但基本上我们不太认为这个是可靠的商喜跟沈度啊。但年代是明代中期的左右的时候的作品，这个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啊。那这件作品总共三卷本，非常长，然后它的配图总共126幅，每一幅就会有像这个，还会说，哎，这个你这个从，哎，那个阴阳那个日明点、月明点，哈、哦，怎么样去，就是配着它的那个图啊、哦。好，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刚刚说第二个部分是那个明代的宫廷写经嘛，哈，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清宫廷里面的满藏文的那个的收藏。那像这一个是这几年我们常常在台北故宫常常展出的，叫我们俗称为龙藏经的，其实是康熙版的藏文大藏经。还依据那个他的那个相关文献资料啊、是康熙的八年1669年啊完成的，废时2年啊。好，我们对于他的资料呢，一开始其实依据了两个，第一个密电珠林出编里面有写这么一个记载，就康熙皇帝的祖母啊，孝庄太王太后啊，他亲命修造镶嵌珠宝慈亲笺泥金书西域自龙藏经一部啊，我们会命名它为龙藏经，就是依据密电珠林这一个资料啊。那所谓西域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就是它指的是那个藏文，好、啊，共108本。内有释迦牟尼佛口授口传注经，就108函。好，那这一套的珍贵就是除了它那个整个装饰的华丽完整也是它很重要的，108函目前都是完整的啊，然后都目前都是收藏在那个就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那刚刚罗老师也提到，他刚刚的原始的存放地点是在暹若馆。刚是第一个我们对于龙藏经的记载啊，第二个是那个龙藏经第一函本身呢，它就有康熙皇帝的御制的满文跟藏文的序啊。那这个当然是就是一个翻译了哈，那就是我们把它翻成汉文，就是康熙八年的时候，太王太后就下令修造甘珠尔大藏啊，然后他讲了他的缘由，就太后呢，他去查看这些明代他们等于说
进从山海关，然后进打进来，把那个就是明朝灭了之后啊，进到紫禁城。后来呢，太后就有空的时候，她就去看，哎，这个明代宫廷到底留下什么东西？于是就发现了一个《佛说大宝藏经》啊，总共这个经典，但是很从西域请来，已经好久了。于是呢，她就说，哎，我发心重新来造，重新来写书写这一个《大藏经》啊，好，所以这个它的缘由。那所谓的那个这个我们一般称为甘珠尔、丹珠尔啊，就相对于那个汉文里面的三藏啊，就经律论，所谓的经律，佛所说的经典称为经，佛所说的律啊，就是所谓的就是经人该僧人该守的戒律啊，这个都是属于就是佛亲口所说啊，在西藏的传统里面，我们称为嘎句啊，就甘珠尔。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印度的大德啊，依据佛所说的应该说什么诠释啊，我们称为丹珠尔、丹玉尔啊。那它的相对应的那个汉文大概就是这个，我们说唐三藏，我就说经律论三藏这样的概念，就用这个图表来做表示。但是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会这个汉人的高僧大德的那个文献呢，所书写的作品呢，会进到那个汉文大藏经。可是呢，在西藏里面，基本上因为他那个句这个字呢，基本上就是翻译，所以他一定是指梵文译过来为藏文的。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藏人自己的，比如说宗喀巴的文集啊，你是在那个甘珠尔、丹珠尔里是找不到的。那所谓的经典，我们称为就是《龙藏经》分为六大部，它的分类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秘密部、般若部、宝积部、华严部、住经部、戒律部。这什么分呢？我们刚说不是经跟律，所以律呢就是戒律部。经的话，我们把它分为密教经典跟显教经典。好，那密教经典就是他们认为最殊胜的啊，秘密部。好，那显教经典呢？他认为那个在西藏的传统里面认为般若、华严跟宝积这三个相对重要，所以他把它独立成部啊。这样意思什么呢？诸经部呢，就是所谓的显教经典扣掉这三类之后，其实有点像是他所谓的这个显教经典的杂类啊。好，那所以这个是整个龙藏经的一个算是它的分类体系，就是我们依靠着这个来去查哪一个部分在哪里，你要先了解它的部类在哪里。好，那还有一个韩号系统啊，就是它照着这个藏文字母啊，30个字母嘎嘎扛啊这样的一个顺序，配上那个元音符号的改变，就是 R E U A O 这种改变。好，就是比如说它30个字母，它到第31的时候，它就嘎嘎扛啊，就变 kikikik， 诸如此类。就是它就依照这个韩号系统，就像我们 A B C D， 你就可以知道说，哎，那个前后在哪边。好，为什么查这个啊？那个抱歉，我先补充，这个所谓的那个发心来做的孝庄太皇太后，她是个蒙古人啊。那她因为12岁的时候跟满蒙联姻，嫁给了皇太极啊。后来就是清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政治那个一个人物啊。那这一幅作品是收藏在北京故宫的，就是他的那个孝庄太皇太后的肖像。好，我后面很快的，我把那个就是整个他的那个大概浏览过去啊，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目录，在那个这个，而且这个是满文的目录哈，这里是满他的那个所谓的OK， 好，这个是他我刚刚讲那个韩号的位置，啊，这是他第一页，所以他是这一韩就是所入韩的第一页。那什么是入韩呢？就大概是，哎，在哪边？这一个，好，就你就可以对出，哎，这个是哪一个？那就是在它是属于什么部的？那这个是先有满文的目录，然后这是有那个藏文的目录，一样是入韩的，这是应该是第二页。好，
接下来书写入函的写什么？送吗？有点小，第三页是吧？哎，好。好像是。那个，于是呢，他一开始前面会用四行，然后五行、六行、七行，到最后越写越小，到最后是用八行，最后之后的内文大概就用这个顺序来写，好，就是用这个八行的格式来写，好，好，这个是他的那个上下的护经版的那个的装饰啊，写用三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其实是那个梵文的蓝霞体。然后第二三行是藏文，那写什么呢？就南无布达拉布达雅啊，就顶礼佛，南无达玛雅顶礼法，南无桑伽雅顶礼僧，然后呢顶礼三宝啊，左右会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上经版的时候，通常都是尊格是指佛菩萨还有本尊或者祖师像啊，如果是下经版就是护法跟空行啊，那在这个位置它有所谓的那个。这一个位置也是它标示它的那个函号的这一个位置啊，它的刚我们说的藏文字母啊，所以一样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可以知道它是属于哪一函，你也不会错乱啊。好，那每一个尊格的那个左右都有它的那个用这样这个满藏文的二体来标示它的名那个尊格。好，这是下护经版一样，这个它的函号的位置。好，每一个函那个上下经版呢，都有那个五层不同颜色啊，分别是黄色、红色、绿色、蓝色、白色啊。你再翻开来，就是那个刚那个就最底下了啊，那个会出现那个顶礼佛法僧那个位置啊。那这个他先用梵文，然后用藏文来书写，一样那个用写什么呢？写那个藏文的那个怎么说？就是啊啊一一一五五那个，就是用梵文啊，不，抱歉，用藏文来拼梵文的字母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写？到底要写什么？表示什么？其实大概就是意思就是。所有的咒语都是这些字母的排列组合，所以你写了一次就大概所有咒语都念过一次的意思。 好，那这样这个 这些的所谓的这个八宝文，这个我们在这个满文的文献里面是都有记载的，待会会提到。好，先往下走。好，我们这几年对于那个龙藏经的工作算是做的比较全面的。好，在过去其实我们当然知道它是，因为它最前面就有康熙的御制序嘛，哈，密殿珠林都有记载。我们知道它是康熙的祖母来做的，啊，但是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它是花了多少钱，它是用什么样的这个生产模式，不是那么清楚。但这几年因为那个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发现的那个满文资料，跟这个物啊，就是文跟物两个对上了，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后面的那个。故事比较清楚了。第二个呢，是在民国一百年，当我们在那个库房做检诊的时候，这个大家是这个我刚就是它总共有四块布，啊，四块布这个是它的正面，看起来也没什么，就不太起眼啊，就是它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它斜的折，它去包的那个痕迹啊，这个是它的背面啊，一些那个铃文啊，安花的啊，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就是有一块呢。在检整文物的时候呢，就有个裂缝，啊，这个包的过程一定多少会造成，就其中有一块有裂缝，我们的在库房工作的同仁就发现，哎，里面好像有东西，啊，那拿着那个手电筒照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是有，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修复跟那个的检测的计划，一打掀开来，它里面有个密的夹层，啊，是七团龙纹，这样一个很漂亮的，它完全是被原来是被密藏在里边，而且呢不是只有这一块都有，啊，是108片都有，就108函的每一函的这一块布都有这个夹层，
这个算是我们 这近年的一个算是重大的发现。好，这是其中的那个局部。好，我刚提到了那个我们对于那个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资料的那个总管内务府档案这个相关文献，这是大概李宝文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那个研究人员所做的，他在这个台北我们的这个学术期刊跟吴月刊都有相对的文章发表了。透过这些资料我们知道了这后面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孝庄太皇太后他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康熙皇帝他的采用什么态度，比如说他捐赠了他赞助了150,000两什么，好，那生方熟方的那个负责人是谁，好，所需要的经费当时有37万余两，好，这些的记载。我刚特别提到那个我们在那个满文资料里面是有记载的，它称为什么呢？佛经护版两样金字照字，所谓两样就是梵文跟藏文。好，那108乘以二，就是这样，一乘以四，对，因为上下各有啊。抱歉，有时候怎么会算出来不一样？然后另外呢叫八宝罩子，就后面的33层不同颜色的罩子。好，这些什么呢？还有包括这个七龙绸布佛经包袱。好，在没有发现的时候其实满文你是看不懂的，这七龙到底在哪里，因为密藏在里边。好，那现在我们这些都对起来了，这是什么？在那个宫廷画好样之后送南省织造。好，南省是什么呢？就是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所以这些这个生产的地点我们也很清楚。好，我简单的就把那个龙藏经的一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个研究，实际上还有一个算是一个译文的哈，小故事，可能跟罗老师有点关系，就是那个包裹的方式。在最早年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们文物的检整的当时没有那么重视这些配件，所以就把这个布呢就放一边，绳子放一边。过了几年，当2002、03年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计划开始要问了一个问题，这怎么包的，发现老的工友都退了，然后没有人，当时一开始就是我至少在职的工友说没看过怎么包，不知道怎么包。我可能刚有点跳，要放在第一张图，大家可能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是一整函，这个呢它上下夹着它之后呢用3层布包着，其中的第3层就是我们刚发现的那个有密藏龙纹的。好，再用这个外金板再夹着，然后用它来捆这个抱歉，刚刚哈达应该放在这个最上面。好，这个整个的包法在当时是就故宫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呢后来当我们在询问的时候，有一个老工友他就跟我说他会，我说后来他就用很浓厚的河南口音，然后因为很重，这一喊大概要50公斤吧，40几50，然后他已经92岁了，他当时他在跟我说的时候，我好吧，于是他就口述就教我怎么包。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算是短片，当时没有太大的信心，就是一个老工友的92岁的老工友的回忆，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因为两岸故宫的一个合作，其实就是透过那个北京故宫把那个乾隆版的，就是刚放在那个完全没有打开来过，于是呢就拆一个拍一个，拆一个拍一个，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两岸故宫的一个合作，把这个包裹的方式算是复原了。那老公有的记忆是他是基本上是对的，有一些后来一个很细微的那个转的那个位置大概是这个一个很小的错误。好，这是其中的一个算是我们对于就是两边故宫合作的一个译文。好，那个除了那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那个这个我们还有一些文人的写经，其实有相对
蛮重要的。像这个是那个南宋张吉之，很有名的书法家的那个写的《金刚经》，也有董其昌的《赵孟俯》的大概是这样。在我故宫里面还有两件是我们称为平图，北平图书馆移拨过来的文物。有几件是北平图书馆移拨的，就当时文物南运的时候，后来整个在台湾整并之后，就是有几个是移拨的。移拨的里面有两件很特殊的文物，是西夏文的佛经。那这个是西夏文的金光明经，那它的 年代也是确定的，就大蒙古国的那个，就是其实忽必烈还没即位之前，就元朝还没有建立，但是当然就是已经有就是这个就成吉思汗之后就有这个国了嘛，就我们称为大蒙古国。虽然年代相对应起来是1247年的西夏文的一个课本，我们在这个在从平图移拨里的地方有两件这样的一个文物。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就是法器的部分。那我们的法器的收藏呢，算是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多的是达赖班禅，这些所谓的格鲁派高层的喇嘛进贡进来的。那像这一件呢，这一件是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他来到那个就是汉地跟顺治见会面的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的时候所那个进献给那个顺治皇帝的他原来存放的地点是养心殿，这是一个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现曼达仪式的时候一个常用的法器。他是画什么呢？做什么呢？就是其实应该这么看会比较清楚。就从正上面看，这个是宇宙的中心须弥山，它围绕着所谓称为七金山，于是有四大部洲。这四大部洲，这是南瞻部洲，东边在这边，东南西北，怎么知道东它的方向呢？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月亮，对，东西它用这个来标示，那这个是它的那个细部的那个整个装饰，非常精致的一个那个工艺，这个是它的白绫，就是是那个。进献给世祖皇帝时，五辈达赖喇嘛来京供于西皇寺，一开始原来在这个位置，后来张家觉得说，这个东西那么应该，反正他觉得利益殊胜，于是呢就奏闻皇上，请于内廷供奉，就从西皇寺就搬到了那个所谓的内廷有养。后来我就是依照我们的那个就是。典藏编号可以回去，它原来存放的地点是养心殿。法器类的作品一样蛮多的我这边也就举几个，就是特别算是有趣值得提出来的像这一件灵杵这件灵杵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二世三世跟五世的达赖用过的一样是存放在养心殿那而且呢年代是什么时候？这个年代不是二世的时候的这个年代呢如果依照文献它是那个五世噶玛巴时候的依据的资料是什么呢？这个是他的就是装的他这里有提签他写了布达拉庙内藏密供奉尊圣达赖的喇嘛就这个他这个就是他的藏文名字了我们相对应起来就是他的二世三世跟五世的跟这个五世的名字那个手持然后噶尔玛石城
噶尔玛什城造之大利益领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从那个汉文看起来也不太懂什么意思，去汉藏来对照，就是这个噶尔就是那个噶玛巴，啊，的时候，有一批文物是从汉地进贡到，应该说不是，抱歉，不是进贡，就是送给了西藏的。好，也就是说这一批文物进到了西藏，后来就流传到了那个达赖喇嘛二世手上，于是二世传到三世，三世传到五世，然后呢，又这一个东西又进贡回清宫里的。这个是一样的，有点类似的故事啊，就是一样是二世、三世、五世达赖所持用的啊。那个，哎，抱歉，我这个写错，这个没有改到，这个是那个古啊，一样原藏于养心殿啊，就是它上面的一个纹样，画了一个那个就是龙，啊，一样这个是有它的那个白绫。啊，一样是讲的是类似的啊。好，这一件呢，这一件是一个右旋白螺啊，这里面也有一个算是跟台湾有关的故事，就是呢，这一个曾经在乾隆五十二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呢，让福康安带着他渡海而台，渡海过来。那他过来是要做什么？平定林爽文事件，啊，当时其实就是所谓渡海，当然就是要有祈求护佑的意思，啊，所以这一件所谓的右旋白螺，啊，它是什么？它是那个他这边讲，是福康安，啊，赴台湾的时候带过来的。这个一样是原存在养心殿的文物啊，这边有它的就是一样的四体纹的，然后我想说是乾隆的时候所大乾隆时候所制的啊。好，在那个除了我们的清宫旧藏，其实一个比较广泛的范围，就是除了紫禁城外，其实包括承德。的我们一般都把它认为就是俗称清宫啊，哦，那这一件呢，就是它是嘉庆朝时候的，但是它的原存的位置是那个热河，哦，好，绘画的部分呢，当然这个其实跟藏传没有关了，啊，哈，就是我们的有就是所谓的就是像这个是。最近才刚展出的那个大理国的张胜文反向卷，好，另外还有很多的就是宋元明的绘画。那如果跟藏传有关的啊，这一件是所谓的丁关鹏十六应真像，这个就是刚刚其实罗老师讲了所谓的二十三组。哎，抱歉，我怎么按到了 ？OK， 好，丁关鹏。的时候依据西这个怎么说，这个其实当然就是从西藏的稿本里面他在自己再去做一些重新的布局啊的十六的应真像。那乾隆呢在这边都做了很详，就是他其实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他做了很详细的那个考定，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也是完整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所谓的日本掠夺归还的物件啊，这个总共呢其实九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所谓的九尊无量寿啊，九幅啊，然后呢七幅目前当时呢是就是应该说是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日本。我们称为掠夺了，战争掠夺品，在日本战败的时候，就是归还的物件，归还的物件里面很多好几箱，
那这个是最后一批来的，一开始其实是先运到南京去的，后来最后几批来的时候就其实国民党已经撤退到台湾了，所以反正就运来台湾。好，那这是其中的一件作品，目前分藏两个博物馆，就台北故宫呢有七件，两件呢在历史博物馆，就南海路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好，这件作品呢其实那个尺寸呢相当大，它光画心呢就240公分，所以你挂出来就几乎快4公尺这个高度，非常大。那个我们故宫从来没展过，因为没地方展。好，那个就这个高度。好，那目前正在修复，而且他们已经修了一年了，那就是可能顺利的话应该明年我们会在南院来做这个展出。好，这个昨天包括我们 还在讨论说那个绘画的风格还有区域会是什么地方。不过我刚看到那个罗老师你放的那个有一件，其实我觉得那个色泽跟我看到的原件的类似的。好，这个是那个它的一个局部的表现。好，这个从来没展过。好，另外呢就是来台新购，特别在那个90年代开始，我们的书画处开始有研究人员，特别是当时的那个处长，他们对于觉得说其实我们应该发展那个藏传的唐卡的收藏啊，所以在当时开始陆续有一些新购的唐卡的文物，数量不算多，但是大概50几幅啊，就是这20几年来购藏的数量。我这边就简单放个几幅做来给大家来分享。好，那像这一件是西藏大概13世纪的时候的阿弥陀佛的像啊，这个是那个大概也是90年代陆续从藏区流出来的啊，这个我们称为打龙的祖师像，目前这个研究已经有相当的累积啊。对，我们有2幅。这个其实这一件作品呢，其实我对于西藏唐卡的如果有一些热爱的话，其实就是透过这一幅。当时我第一次看到，在那个我们在检诊的时候几乎吓了一跳，就是在我们过去的训练里面那么漂亮的作品，可是在研究所的那个美术史的训练里面是完全没有机会接触的啊。其实就是就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其实是从这一件开始对于唐卡掀起我的热爱啊。那这个是应该算是有相当的修复，这个是一个比较那个原装的状态。对，好，那这个是也是新购藏的，这是尼泊尔的13世纪的那个柴逊姆曼陀罗。好，这个比较晚期的莲花生。哦，我们这个也是，这个其实也是够长的，就是中正殿的华佛喇嘛所画的，一样是这个刚刚罗老师提到那个北京故宫有相当就是相类似的收藏，那这个当然是就是流散出去之后，由那个台北故宫购藏的2幅，好，这里面其实有一件还比较有趣的作品是那个关公的唐卡。那织品类的话呢，清宫的旧藏里面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大概是元末明初大概14世纪的时候的吉祥喜金刚的缂丝的作品啊。好，这一件展出的机会不多，因为它状况不是那么好。在那个故宫的收藏里面，还有就是清宫旧藏的织品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明王的像啊，这个一样过去的就是对他的关注也还不是那么多啊，就是包括他的图样来源啊，
但是整个的文物的状况非常好，就是也是那个现在那个丝也是会闪光闪闪发光，哦，状况非常好的，哦，在至于造像方面呢，清宫旧藏里面其实我们的都大概都是这些小的那个小的像啊，好，就比如说那个依据我们的那个提签的资料，就是乾隆57年进啊，56年从热河请来啊，这些这样的小的作品，有一些呢是在塔里面供奉的一个小的，我们俗称随身佛这样的作品，啊，但是有一件这个那个比较大的这个像，啊，这个像呢是其实那个它是一个 copy 本，原件呢在北京故宫，啊，我其实昨天要试着找北京故宫的，就一时没找到，啊，应该两个让他摆着看，啊，那个在卢老师的那个这个书里面是有出版的，啊，这个是什么呢？乾隆46年的时候仿六世班禅在前一年所进献的一个就是宗喀巴像，啊，也就是说六世班禅先献了一个就是宗喀巴的造像，啊，这个造像呢就是目前还藏在北京故宫，那乾隆呢于是呢就下令哎来仿造一件，啊，这一件呢当时其实是存在热河的，就是做好之后其实是供奉在热河，后来就是这个就是被就是搬来台湾的，啊，就在目前在台北故宫收藏，啊，那当时就那个罗老师提供的资料，其实北京故宫不是只有就是说他不是不止仿过一次，好像至少还有其他两次，哦，好，这个是他后面的那个乾隆46年孟夏月卫藏那个供的大力义宗喀巴像，哦，于是呢就奉旨又重造、哦，我们的那个佛像的构藏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大概我在说我们俗称或者称为那个新田或妮塔，新田是 日文的，啊，那其实他是个彭凯栋彭先生，啊，他后来到日本发展，所以他有一个自己取了一个日本的那个姓就新田，啊，所以新田就是彭凯栋等号的，啊，那在那个秦孝仪院长的时代大概89年的时候在台北故宫就为了新田办了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收藏展，到了90年代我们就在从中里面选了一个精选了32件做了构藏，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这一件，就北魏太和元年的那个就是佛坐像，那它的背后有一个相当完整的从佛诞，啊，到那个二佛并坐，到那个就是维摩诘跟文殊对谈辩论啊，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北魏流行的维摩诘经啊跟法华啊这样的故事啊，这个是算是而且年代这个有相对的年款啊，算是我们佛教那个收藏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造像，啊，当时32件里面还有2件，跟那个不止2件了哈，啊，但是就是其中的一件是这一件，啊，南天王像，啊，大概90年代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的，就是学术界或者收藏界，其实对于这样的造像不太理解，啊，我们今天已经比较清楚的知道了，它就是西藏丹沙梯造像，啊，这个寺庙在西藏山南，它曾经盛极一时，在14、15世纪的时候，算是那个帕族派的一个就是最强的一个地方王权，啊，的这个寺庙啊的丹沙梯，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天王像呢，就我们目前调查的就是这种尺寸的大概全世界就5件，啊，一件在我们台北故宫，
另外一件在法国的聚美博物馆，另外两件呢其实在那个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然后呢近年有一件就是他们寺庙重修，那个就是开挖之后发现底下挖出了这个就是应该算我记得是300件佛像吧，其中也有一件是天王像，所以目前这个大概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资料大概5件另外一件就是在是说一个大黑天，它的台座没了，台座没了，但是整个风格我们就是经过风格的判断，这个应该就是永乐宫廷 的造像。那这两件呢，一个南天，一个天王，一个护法，就在现在台北这个常设展，就是那个101展厅里面，就门口进来那个两尊，对着，这个是在大概九零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彭凯栋的展览，就是新田捐那个收藏的这个展，所构成的，后来就是南院在大概2005年开始启动南院的这个筹建计划，要发展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开始就做了一些，就是除了就是在过去，在南院计划没有启动以前，基本上我们整个台北故宫的研究的关注大概就是所谓的华夏文化圈，即便就是西藏的研究，收藏跟研究在算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其实研究的人也都相对的很少，那到了这个2004年之后，南院计划启动之后，我们试图把那个研究跟收藏的视野放到这个亚洲的一个脉络来谈，于是呢就收购了，就是在文物市场构成了这一件，这一件是那个克什米尔的，这个风格当然没有问题，它的罕见之处在于它底下有那个完整的铭文，你可以知道说那个就是克什米尔的那个某一个王他的那个库房总管，他跟他的儿子跟太太一起供养了这个像，而且是这个王的第几年，我们去换算就可以知道他的那个西元年，就是645年或653年，差9年，为什么？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就是年款的那个有一个字残的，有可能是零，也有可能是9，就是所以会有这个出入。好，这个是它一样，就是这个以黄铜为胎，镶嵌银跟红铜，除了这个克什米尔的之外呢，我们也构成了一些就是印度的，那有那个犍陀罗的、摩陀罗的，那这个因为跟那个新田在就是过去的这个算是有一些这样的因缘，先有一个展览，然后我们先收购了这些。到了这个是收购，大概是96年的事情。到了2004年的时候，一样我们就那个从驻日代表处就得到了一个讯息，就是那个彭凯栋彭先生说他想要把他的这个那个收藏全部捐给故宫，那所以呢，他总共收捐赠，最后这个捐赠分了好几批捐，大概400多件。那新田的捐那个收藏对于这个捐赠对于故宫的重要性在于，就是彭先生这个就是以一个华人的收藏家来讲，他算很罕见。罕见之处在于什么呢？他不是只收那个永乐宣德，他也不是只收就是华夏文物，他其实收了，他是一开始他就收了印度、克什米尔，特别是东南亚，日本、韩国，他都有这个相对应的收藏。那因为今天我们还是试图把那个比较多聚焦在所谓的喜马拉雅或者是藏传佛教艺术，我这里就举了几件，它的捐赠品里面，这个我们觉得就是相当精彩的部分，像这两件都是我们称为斯瓦特造像风格的这个作品，这个整个神那个比如说这个
姿态的挺拔，啊，那个很帅气的这个姿态，啊，相当好的艺术品，就都不大，啊，但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是克什米尔的，啊，跟我们刚购藏的那一件是类似的，啊，好，在这个捐赠的里面呢，也有一尊这样的一个十月刀黑天。这个也跟我们刚刚讲的丹萨提的造像风格，就是属于丹萨提造像的风格，在他我刚刚说了那个新田的捐赠，新田的收藏还有他后来的捐赠，这个很特殊之处就在于就是他对于东南亚的收藏，特别是柬埔寨的，就是高棉帝国 的收藏，也有相当的分量。那这个是一个龙王护佛，这个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尊格比较还感到困惑，还在争论中，目前暂定为大日如来，啊，那个这个是四臂观音，这个是般若佛母，啊，好，这一件呢，这一件我目前所得到的资料呢，全世界也只有两件，一件就在那个柬埔寨自己的国家博物馆里面。一开始他得到的资料其实是就是应该说这个彭凯栋提供的资料说这个是金刚总持，当然这个跟我们所认知的这个我们藏传体系里面的图像学的认识觉得无法理解这个啊。那事实上在我们在做展览还有做在出版图录的时候，这一件也是困扰着我，就是到底要怎么定它啊。第一个，我们对于东南亚的那个图像的资料其实留下来了几乎没有，就是我们特别去跟法国的做东南亚的专家做过交流，他们说这个几乎很少相对应的资料可以做好，但是所以呢我目前试着把它定为密集金刚，好，三面六臂正拿了零处，啊，这个是确定的。他的这手边呢，我把它判定一个是断掉，一个短棒，那个我认为是剑；另外一个断掉的，我认为是莲花，莲花断了，剩下莲花梗。另外两个手心呢，也分别有轮状的物，所以一个是轮，法轮，一个是莲，一个是摩尼宝。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很初步的，这个算是猜测，目前没有更多的那个相对应的文献来确认说这个一个猜测对或不对啊。那如果这个是密集金刚的话，那么可能对于我们对于柬埔寨的那个艺术的认识，会有一个算是怎么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认为柬埔寨受到的那个密教信仰大概都是母系居多，就是以喜金刚为主的，那这个如果是父系圣乐的话，我们对于柬埔寨的密教可能会要重新评估，大概这样。好，我今天就很快的就是把这个我分了几个部分，然后从它的来源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谢谢各位。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的这个演讲就到这里结束。那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两位老师的呢？我们留一点点时间好了，好不好？大概我们要15分钟，有没有谁有什么疑问的？位置有两个金，是，最早是贝叶金打孔的位置，现在已经没有实际功能。Okay.
有哪位朋友？尽快尽快。这个罗老师难得在这里，下一次不知道几年后，真的很难得啊，怎么可以轻易放过呢？没有人要问我，我很多问题，我自己很多问题。那个，哇，我在写什么？您刚说那个宫廷的装裱 ，sorry， 宫廷的装裱，那宫廷外有没有仿的？我不是说进仿，我是说就是在西藏或者是在当时有没有仿宫廷的装裱？我们从2013年开始整理，最深入的一次是整理大昭寺的唐卡，1700幅，然后又整理了日圳寺的唐卡，大概100多幅，当然还有其他博物馆的一些藏品，看了一些，考察了一下。目前来看，宫廷的那个装裱呢，用的材料呢，它是宫廷的织物，这个区分很容易区分。所以呢，从材料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呢，并不足以区分宫廷和宫廷外的那个这个唐卡。但是有一点，也就是说西藏他们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名词叫叫内库织物，内库这个叫什么织品啊之类的，就是皇帝送给他的一些织物，他也会用在装裱上。但是二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宫廷的这个织物呢，用在装裱的上明显看出来它是在整块的这上面裁剪出来的用来装裱，而在西藏比方说像布达拉宫，他经常受到皇帝赏赐各种装裱，他也有，但是他在用的时候他是一块一块用。比方说在这个边，如果宫廷这个边它最多会裁成两块缝在一起，它通常的情况下是一整块，而在西藏不是，它可能上面用的是宫廷的，中间它就用的是它在内地制作的，所以这两者之间呢，差别比较明显，而材料呢往往有统一的地方，所以二者之间的混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外面仿作的情况目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外面特别仿作的，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区分，就是昨天跟你提到过，就是当时在北京，不管是明代清代，有一批藏传佛教的僧人住在北京，他们除了从皇帝那得到的赏赐送给西藏以外，他们自己也会出钱找南方的这个织作的工匠去织作，织作以后也同样送给西藏，带到西藏去了。这些东西呢也会用在装裱里面，所以呢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细微的差别，这个差别当然是指工艺和色彩上的差别，所以呢这个呢要去比较以后才会有感觉。所以如果看过宫廷的那个唐卡装裱，看过一定数量，然后你再去西藏看，你就会发现哎，有一部分虽然用的是同样的图案，但是制作水平还是差距比较大的，所以两者之间是可以区别出的。仿作，民间仿作目前没有，因为我们故宫原来有一次是用乾隆的一个唐卡想去仿作，就是我们现在拿到江南去仿作，他们通过放大镜研究以后，他们说仿作不了。我们现在套色就是用那个织绣套色能够套出10种来，但是在乾隆的那个一个很小的图案里套了19种颜色，我们现在已经做不了，所以我们当时只好退而求其次，用一个不太纯正的颜色做了一个我们书的装裱。所以从这来看，如果要纯粹达到宫廷的效果，民间仿作恐怕水平仍然达不到。我第二个问题可以吗？那个您在图像与风格那一本书里面所发表的这一些所公布的这些佛像，它的原来的出处，原来的使用脉络，它是存放的地点好像在原来的公布的资料里面并没有提供，是知道还 是有没有可能知？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佛像
从我们的佛像分两部分，这刚才大家看到的一部分现在保存在佛堂里面，另一部分 保存在这个佛像库，我们有个佛像库。这个佛像库的佛像呢，实际上来源比较复杂，一部分呢是放在紫禁城，另一部分就在紫禁城外，像比方说像承德避暑山庄，包括乾隆的去的各个地方的行宫，从江南行宫到东北的各个行宫，这些东西在大概到了道光以后，尤其到了慈禧太后时期，因为这个内务府已经负担不起这些行宫的维修管理费用，就陆陆续续把这些东西退回来，退回来以后呢，然后有些东西呢就是零散播摆放的，然后呢慢慢慢慢就后来成了零散的文物。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有一批文物呢实际上来自于外面，来自于紫禁城外面，但是它仍然是宫廷在这个系统。所以大家知道美国的那个巴塞罗米乌，这个它是它这个中文名字我突然忘，叫白瑞霞 Burger， 不是 Burger， 它叫谢瑞华，这个叫白瑞霞、那个也是个华裔，他学者是不是谢瑞华白，那个叫白，反正他是个华裔，他就是办那个，不是谢瑞华，是白的，姓白，他的汉文名字姓白，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英文名字。然后他写了一个文章，是有关他在承德发现的唐卡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最早是好像在偶然陈寻上发的，后来又收到一个文集里面去了。其实他的一个观点呢被西方学者广泛应用，就是他提到说承德风格的唐卡，其实这一点对于宫廷研究来说这个是不成立的，无论是承德的还是行宫的都是宫廷，全部都是造办处的，不存在承德，因为我们查了这么多档案里面承德从来没有一个作坊，包括圆明园包括颐和园没有作坊，都是宫廷出去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在宫廷的这个系统下，所有的佛像呢其实是缺乏一个实际的使用的这个记录。你比方说现在在佛堂的我们知道，但是有些不在佛堂的被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一旦零散收藏到了库房里，这些记录就变得很麻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就是原来大家如果看过故宫藏品就知道，故宫藏品会贴很多标签，那这贴很多标签，有的是标签多达11个，就是从民国初期建博物馆一直到后来反复的有各种标签，但是我们曾经在搬迁过程中擦洗的时候给擦掉，有些的那个标签是用原来用签字文号，签字文号按理说是可以查到殿堂的名字，现在只有个别的这些殿堂的这个签字文的编号保留下来，所以呢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查出来大概是哪个殿堂，但应该大部分都不行了。所以呢这个呢是说实话在这个任何一个博物馆成立过程中，尤其像故宫这种博物馆，一会儿想成立一个艺术博物馆，一会儿又想那个做一个宫廷史博物馆，而宫廷史博物馆成立的比较晚，就是我们现在思路想做个宫廷史博物馆，想复原它的皇家的现状，所以这些资料突然变得珍贵了，以前都嫌这些东西放在上面又生锈了又不好看，所以有很多东西毁了。所以呢目前呢应该说大部分东西追回原来的还是比较困难。我有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您刚提到就是说繁华楼啊，是六品佛楼里面最完整的，对，的一座楼，可是它还是缺少一件，对，请问那一件是哪一件？远行菩萨，远行菩萨，远行在第一件，哦，对，所以少了一件，这个根据那个他们那个目录里面发现少了一件，但是那一件恰好可以在宝相楼找到，就在南京可以找到，是，所以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完整的，从图像角度。那也就是说，如果南京这个还回去的话，啊，这种可能性完整，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为什么呢？这不是国家的那个吗？连中央的话他都不听的，没办法。我刚去故宫，他派我的第一个任务去南京接受文物，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没去成，对，都已经快30年了。对，他可以这样子吗？不是，他现在因为原来的文物都是国家的。这个概念没错，现在也都是国家的，是，但是原来的那个文物呢是可以随意调拨的，
所以我们自从49年以后，我们有很多东西是从各省调拨的。但现在你跟他要文物，就跟他要了他的命。因为什么呢？现在国家发展这个文化，他这个博物馆给钱多少是跟你文物的重要性有关系的。他这个好东西我为什么要给北京呢？是吧？为什么给故宫呢？我如果这有一个国宝级文物，国家就会不停地投钱，大家就会不停地来，这样的话对于地方宣传是有很大好处。现在大家都喜欢把文物留在手里，不会去，甚至我们包括我们去年做的这个印度展览，按理说我们是跟8个省借调文物，借调各种佛教雕塑，人家说了最好的不能给你，为什么呀？我们自己在展览，我们当地人很想看这些国宝，都很困难。然后呢，他挑给你的东西都不是最好，然后呢，我们要动用各种关系跟他们协商，然后才会把好东西调过来。现在的情况跟10年20年前完全不是一回事，非常困难。这个东西，OK， 谢谢。那谁还有问？啊，没有没有，还刚刚30年呢，都一辈子。没有，我是想，没有，我的问题是啊，我还觉得自己很年轻。我的问题是，以艺术性来讲，你觉得哪一个朝代是最高峰？你说藏传佛教文物吗？藏传，我缩小范围就藏传好了。以艺术性来说，这个问这个当然艺术性比较主观了，但我的意思说，你每个人看那么多以后，总会有一个想法。我想听听看你的想法，就是哪一个朝代你。或者说哪一个期间你觉得算艺术性来讲是一个高峰？清代显然不是，对不对？显然不是，对。因为我们做藏传佛教，可能跟别的不一样。大家如果是像，两个故宫就特别像，就是像在中国艺术这个研究里面都是分段。比方说我们这个书画鉴定专家，会有宋元的，会以前的，会有明代的，还有清代的等等。但是藏传佛教不是，因为它发展比较晚，所以大家都是一锅烩，从早到晚，从佛像到唐卡大家都做。然后我们看的这个佛像，这些年呢做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我想离开故宫去看别的地方的东西，然后我再来看故宫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也是为了完成你刚才那个想法，我们想评价我们的藏品到底怎么样。但是呢，根据我们现在这个研究情况来看，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不好回答，这里面有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你比方说啊，学历史，我学考古的，学考古的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比方说我在原来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他们讲到元代，剩下的你们就自习去吧，不用学了。元代以后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挖的时候先把元明先给他明清先给刨掉，从元开始挖。当然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变了，因为很少有人会把那个明清的遗迹做得很详细，但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明清的东西变得非常的热，大家都愿意看。所以我从我本意来说，我比较喜欢找的东西，像刚才紫英放的那件那克什米尔的像非常漂亮，而且我们当时看到大昭寺一件比他那个大的多，将近79公分那个像，看完了我们都非常激动，几乎我们和所有的学生一个一个跟他照相，就跟明清一样。我很喜欢这种古典主义的味道。如果从古典主义的角度来看，喜欢古典味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艺术风格发展到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可能像刚才他那个像的克什米尔早期的像确实比较不错，7、8甚至到9非常漂亮，而且呢也不是全部，像他这尊像和我们在大昭寺的布达拉宫几尊像都是王族，基本上王族或者比较有地位的人做的像，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作品。如果仅仅从西藏本土发展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目前能看到比较好水平的就是明代的东西，明代的东西水平非常高，然后呢铜制也好，鎏金也好，然后整个造型呢都非常漂亮，而且有大家比较喜欢的所谓的皮壳，就是氧化层，这很好。但是有一点，这些年呢我们在做大昭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跟这个以前的观念有着不一样。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清代造像的技术水平非常高，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大昭寺，我们刚才说的大昭寺，他们达赖喇嘛有一个作坊，现在这个名词
原来还不太熟，现在都大家都知道叫血对白照相。血对白照相里面有一种铜质会发出油光，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他做的铜器和佛像它有一种仿古功能，仿古这个仿古功能就是当这个佛像放在这的时候，你感觉身上在冒油，这种感觉，这不是一件，是一批有这个佛像，而且呢它可以变换佛像的各种颜色，就是做出来都是响铜都是合金，但是你想要的颜色它都给你做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艺术史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两年逐渐澄清，有一个很大的笑话，就是有一种佛像，十四伽马巴的佛像，冯施洛德那本书叫沃里克冯施洛德，他写的那个应该是最新的这本书叫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an Monasteries， 他这本书里面他提到有一类佛像八世纪唐代的啊，这说了有很多的证据，发现很多的，但是仅仅在他这个书出版一年之后，在美国开会，我们当时参加美国开会就把这个案翻过来，是什么时候呢？十八世纪，就是八世纪和十八世纪这差了一千年。为什么犯这种错误？他能够把这个皮壳做的跟宣德炉一样，你说什么时代的？然后我们在整理的时候，这因为他这个书出版以后，我们正好去大昭寺整理，正好遇到了这个佛像，所以我就让我们的摄影师把那个镜头伸到最里面去，把内堂拍出来，一看内堂里面是崭新的铜色，不可能是一千年以前的，所以这一点呢可以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用眼睛看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密歇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他们一个学者说发现了一批元代八思巴的造像，大家知道在整个藏传佛教艺术史这个研究领域里面，元代的八思巴和阿尼哥的造像是个空白，不光汉地找不到，西藏也找不到，就不能确定哪个是阿尼哥当年到北京来做的佛像，对，大家当然很渴望找到这类作品，但是这是个空白。他说他发现了一批做得非常好，然后呢身上是错金错银错红铜，那个整个的就是我说的铜的表面有油光，大家都相信他是阿尼哥做的元代做的，但是实际情况也是十八世纪做的，最早十七世纪，说白了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和他随后一段时间做的无比的精彩，那种东西现在看来非常漂亮。所以如果从技术的角度，从炼铜啊鎏金啊这些角度，实际上十七十八世纪的佛像呢一点不逊于明代的佛像。大家可以看到刚才他这个紫银播放的那个丹萨提的造像，现在丹萨提造像当然非常非常高，前些年100万200万300万，现在是1000万2000万3000万这种啊。那现在在这个像，如果大家有机会仔细去看的像，实际上做工很多地方是比较粗糙，它用铜很深厚，鎏金很亮，装饰非常多，它可以嵌好几种不同材料的颜料，就你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很光鲜。实际上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它没有达到一个完美的，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相反来说，血对白的造像在很有一部分这个最好的这个作品里面，实际上水平达得非常高，只不过一个原因，就大家看血对白看的不多。我们是在西藏大昭寺看到一批，布达拉宫有一批大家看的很少，但是它逐渐在展览，故宫有一批，就是如果大家能把这些里面最精美的东西拿出来的话，实际上水平并不低。所以大家在这个就是无论是在欣赏和收藏的时候，这个时代的观念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水平最高的这个地方呢，要看同一时代，就是说如果我说丹萨提他的造像水平很高，价格也很高，人气很足，但是你要把它跟同时代的比，你不要把它跟早期也不要跟晚期比。所以如果说我们从纵观整个历史来说，每个时期都有最精美的作品，但只是你喜欢哪个风格而已。你比方说如果像刚才说的那个克什米尔的早期的这些造像，你如果跟清代相比，它实际上整个的做工处理表面上包括炼铜技术肯定赶不上十七十八世纪，但是呢它因为那种古典主义的气息我们比较喜欢，
所以呢，这里面实际上不能用一个最好或者达到最高水平的这种概念来，每个时代它的水平都比较，都有它的特长。罗老师请教一下，那个白马寺有一批十八罗汉，他原来是收藏在哪里？故宫哪里？你说的河南那个？哎，白马寺。对啊，对对对对，他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惨痛的渊源。那个当年故宫的大佛堂后面，故宫的慈宁宫后面是有一个佛堂叫大佛堂，他就在后殿，是专门给皇太后他们用的。然后呢，从顺治到康熙啊，一直在修，到乾隆一直在修，但是它里面的结构没变，里面呢有这个有三世佛，然后有罗汉等等。